有个空军在跑，楼上还有一个人，不知道谁，应该不是先知就是调和师，是两个，我猜应该是先知了，可以杀空军这种，杀空军也是不错的选择，这个空军好像是个弹射。乖乖裁判，不着急，我等下一个误认啊，看能不能等下一个误认的同时，要么骗个枪，要么骗个鸟。好，鸟骗到了，枪也骗到了，亏。并不是很亏，然后这边有个小三连挂着就行，桥上一个人，然后鬼屋刚一个人，然后鬼屋刚应该是桥上是佣兵在左边，直接过去拦就行，这里是佣兵，这边是桥上，是这边是先知啊，这是佣兵开第一台吗？对，佣兵从这来，不走位的这种震慑了，然后先知在这个方向来不及救，但是他下一步要救，那也不一定是他救，不着急，我先回来看看他好像是过桥没有，没过，哎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激动啥呀？哇，这都被扯下来了，没关系，空军上路，他不敢跳的，好吧，不贴。然后佣兵没自摸，这先知起来以后肯定要摸佣兵。我传送回去就行，传送回去杀先知就行。再摸。然后挂先知，用力没自摸的。调和师刚刚亮了一台，知道位置，直接过去。他可能现在已经狗急叫了，或者绕一圈过来摸人救人。刚亮的是原点的那团，看原点还在修，在起点站嘛，灯应该开了，我看灯开了没？关掉。帮他开了吗？我好像是个憨憨，我好像是 stop 亮的，哦不是 stop 当时是亮的，然后我把它关掉了，哇气的一批，干他妈的 stop 是亮的，棒棒，好棒棒，搞事情，真是我帮他开了个灯，谢谢。
然后是懵了，为什么就是一下坐两站？开心死！摸好了，摸好了，我还要杀他，摸好了，不好使，摸好了还要杀他。弹，弹走鱼尾纹，还有一个，弹。太好了，一个前锋，一个空军，好起来了。钻洞，两个人钻洞。我选择去右边抓鸡子，我都懒得去先知那里，先知在帐篷。电机正好修完了，打了跟没打一样，甚至一下就被摸起来了，前锋也一下被摸起来，一会三个满血。没关系啊，妈的，应该打我一枪，找死！你没了，你还敢参板？你没了，没给鸟。
然后也没给。嗯，限制还不摸，还不摸这个限制，可以。限制狂修电机，没人摸他。前后左边过来。哇，现在很胀了，现在啊，敢对着我冲了，真以为我拦不上你？两个人都在修，有一个人停了，机子停机了，机子应该会隔桥打灯，哎，左边看着他就行，看他从哪来。他有可能会从这边左边绕过来。哦，这被偷了。他鸟卡了吗？鸟一直没给。这个人挂死了，其实在休息，希望看不了。修了，他知道我要传了，然后先知知道在干嘛。回手掏，天天回手掏，这些小伙子。我以为就影子会搞这个东西，其他人不搞了。坐车，然后坐车下来打个洞，钻钻钻钻钻，三杀了这吧，打个洞。想屁吃你的哦！哦，把鸟都留到最后一波，就这个，就这呗。我说怎么鸟一直不叫，是这人在想骚，想骚骚东西。终极骚，三号出奇，不注意还真给他跑掉了。谢木头的荧光棒。鸟交了，交了吗？